今天一大早啊，我们出去拍雪去了啊，到海边去了。一大早呢，我们就看到小区里呢，有人在打扫这个，扫雪啊。你像这个楼道，虽然没有人住啊，都扫出来了。看是谁扫的呢？咱过来看看。这边扫的就更干净了啊。大爷你好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看一大早你们是就起来就干这活了，啊、干多长时间了？扫什么？就扫雪呀。扫了有半个多小时了吧？扫了半个小时了。我看那个大姐扫的时间长啊。对，她扫的，她出来早。她出来早。啊，你扫了半个小时了。她我估计怎么得好两小时了。哦，辛苦你们了啊！你看，哎呀。这都把这个草都扫出来了，大姐你辛苦了。我早起来了，我刚海边转了一圈，我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我看你在干活呢，我没顾上拍你。弄个路啊，你大姐活动活动好走是吧？取个快递啊什么方便一些。对，雪太厚了，就是这次雪。不方便。你在银滩待了这么多年，你见过这么大的雪没有啊？没有。第一次遇见这么大的雪吗？对，在银滩是第一次了。你没见过这么大的雪，今年的雪最大了。对。哦。太大了。这一圈都是你扫出来的吗？用刚才我爱人扫的，我让找一个东西给它刮过来，它扫不动。我早上起来先把那座都扫了。座都扫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座都露出来了。对对对，你看这一圈，这地方挺难扫的，都是些小石子啊。是啊，然后就给它扫一扫。哦。昨天早上扫还好扫。啊，昨天好扫。昨天扫的时候它不粘的，不化。啊，昨天你就扫了是吧？啊，那边那台上都扫了，又下了好多嘛。又下了好多哦。对。昨天断断续续的下。下。昨天早上午的时候还晴天了呢。对呀，晴天它也不化，天气凉啊。天气凉。对。哦，它就不化，不化。今天太阳好了，今天太阳好了。今天是，哎呦，那边还有点云彩哦，但那种白云很好。对，哎呀，一有风，把那个屋顶上的雪又刮下来了，刮下来了，刮下来后又是一层。对，对。我现在好多了，好多了哦，好多了，有的玩就行了，有的玩就行。你太辛苦了，你扫了多长时间了？我早上起来。7点钟我就出来就扫。7点到现在，现在11点了，现在8点、9点、10点。回来吃点饭。吃点饭啊！太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，还上班呢，小孙啊。哦，你们也闲不住，闲不住，对。看。对对对，你看，太辛苦了。这个小区里还真是有些这个热心人啊，才行。我看物业早上起来也扫了吧？扫了，但是他那边路是应该是物业扫的吧？那边不是物业啊，早上起来他拿刮板刮的。啊，他刮板刮的哦。早上起来刮不动。哦，你刮不动，他有刮板。我拿的一个纸箱子刮了。早上能刮动，今天刮不动。你没有专业工具。哈哈哈哈哈。铁板刮啊、哦！好，辛苦着啊！好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海边还有点事儿。好嘞，再见啊。哎呀，接到老哥电话，不是什么事儿啊？哈哈哈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认识我吗？认识，认识我啊？粉丝啊，粉丝啊，那谢谢你，你怎么知道？怎么回事，老哥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个车雪地本来想拍点那个啊老五十啊，还有那五子情深啊，结果一下车下去了，但是上不来了，他这个水泥路啊。这是您的车是吧？就这个。哦。那车。得想办法给你拖上来吧，那儿。那就麻烦你了，还有这位是热心朋友是吧？哪个小区的是？三里家园的，也过来干啥来了？看海呀。你是过来看海来了？下雪啊？我看南方人是吧？南方人。哦，重庆的。重庆的。您呢？我是内蒙的。内蒙的，哎，也是过来看。呼市的。啊，呼和浩特的啊。是来看海看山。没有，就在这儿住的呢。啊，住在这儿呢啊。哦，这雪这车也打滑，这也打滑，这也打，这您的车吗？是，对。哦，那怎么办呀？这是，我们得想办法看看，咱们大家伙一块儿。
车你看看，这是下去了以后就上不来了，因为这个太打滑了。哦，你看你看打滑，都是冰啊。对啊，大家伙啊，也包括我，大家一鼓劲儿一鼓作气啊，把我们白老板老师的车啊从那个底下给推上来了啊。感谢各位啊，这位各位大哥大姐们啊，白文老师你就停那儿吧，我们再推那辆车去，还有一辆车，车行啊，没有用我们推，这一口气就上来了啊，不错不错，给咱们这些，哈哈哈哈哈，啊啊，哎呀，你说我们把车扔这儿，就等雪化了再来了，雪化再来吧，这样又走路可以，你开车不能下去了。对，哦，每天看他的这个每日播报是吧？每天都看吧。对，老哥特别辛苦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再见啊，好嘞，哎，谢谢啊。你拍了没有？拍到了没有啊？拍了几个？拍了几个？哦，哦。别去了，别去了，下雪天尽量少出门啊！啊，甭管是对对对。特别是上坡下坡，对，你就有经验教训，你把你的教训告诉别人啊！一定要注意。啊，行，今天谢谢你们，还有。现在还拍到你们媳妇儿了，好嘞，再见啊，哎，好嘞，哎哎。